家好，你们可以叫我老猪，出入都坐轿子，有时会保护。你知道我就是大明的皇帝，日理万机真的没有那么容易。皇后我有一个，后宫妃子三千，大家都很羡慕我快活似神仙。但是管理江山要比好多境界，生活应该是些时候迎来一些改变。插着我的充电宝，刷着我的朋友圈，手机里面就像我的乐园。 QQ WeChat yeah I love that， 我还要继续安装更多更多的 apps。 我的表情包你买不到，各种自拍的角度我最爆。如果你有新的东西要让我知道，发来我的邮箱我会 check it out。 Next idea 如果你有想法那就过来玩吧，有我老猪在愉快玩耍，梦想就让它生根发芽，总会闯出一片天，把新主义孵化，秀出你的作品，看见你的实力，给你更大的舞台，发挥你的创意，实现你的想法，看看谁更给力，点入这个地址，这是朕的旨意，yeah。